好的，那我们会正式开始，然后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跟我们开会，就是能源建议保护您的电费账户。那我这是我的名字叫Aiden Smith， 那我呢就是对呢这个您的外检员，然后呢也是环境能源和公共空间部带给大家。这上告诉大家内部带光，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就是保护您的电力账户。这个问题为什么您要就是保护您自己的账户呢，电力账户呢，就是要保护自己谁会，对，那这个就是问题存在了。然后我呢我会跟大家就是会聊到您是您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我会跟告诉大家一些提议，还有一些小 tips， 然后呢让您可以就是至少保护自己。然后内容呢就是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可以避免一些困境。然后呢我们呢会就是从就是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范畴，然后呢就是转到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呢我们呢会提供其他的资源，然后呢帮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到最后一个就是对了，我们呢会同事在家就是会聊到就是怎么样可以提到一个增加就是今年的能源选择。然后呢我们呢会更在家就是介绍一个更好的就是社区选择的计划。然后呢我会跟大家就是聊到关于就是这个有一个就是问答，然后到最后王姐我们有一个小惊喜给大家，希望大家也会就是喜欢。然后我们小七的时候之后呢我们有介绍的问答，然后呢我们会关闭这个就是建议的频度，然后让大家可以都在一起。好的，那为什么你要保护您的就是电费账户呢，这个就是问题了。那我们呢就是要就是理解我们有就是有什么的威胁，我们呢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理解。很多人呢就是从 Eversource 对就是来的，然后呢 Eversource 呢就是代表他们的客户，然后呢他们呢就会就是对，就是 Eversource 呢就是赚钱的渠道就是这样。好了，我现在呢就给大家看有另外一个就是好了，就是呢就是居民可以通过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定义的就是供应商，然后呢可以就是有其他选择，然后呢大家呢就应该就是竞争电力供应商呢，然后呢就可以提供给就是消费者更大的就是选择。然后呢现在呢等待会我会跟大家就是聊到有一些问题。好了，当您就是选择您的电力供应商，然后呢就会转到您的家，还有您的就是您的公司，这个呢就是对了，就是 Eversource 就是电力供应商的就是就是不管就是您的电源从哪里来，就是要通过 Eversource。但是 Eversource 呢也就是提供就是客户服务，然后呢他们也就是去读您的电标。然后呢您呢就是唯一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电力账单就是从 Eversource 来的，但是呢不代表供应商呢是从Eversource 自己来的，有可能是，但是呢
也有可能就是从这个竞争电力供应商来的，到最后呢，然后呢就是电呢是发到这个客户里面，那再说一次就会，就是现在呢就是客户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从一个 Eversource 直接供应的，或者是从一个有就是竞争电力供应商，然后呢就从这个 Eversource 再转到你们家。So, as I hinted at on the previous slide, 那好了，就是之前跟大家就是电力供应商就是历年来的有强劲的指控，就是因为这些就是呢这个竞争电力供应商他们要求您的就是善意，他们就会有，他们会打电话给你啦，他们会寄信给你，但是呢就是有好多就是投诉，对他们做出投诉。好了，再给你了，我呢就是指出就是强健的指控，就是提诺就是借伞费用啊，然后虚假的电力供应商关系，然后就是骚扰，就是客户服务差，然后最终的终止费用高，这是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对他们做出的指控，然后指控增加，就是自从就是2015年呢，就是麻州检察署，还有就是收到3000多个关于就是竞争电力供应商的投诉，这个是重大的问题，也是因为问题那么大，我们看见有一些指控了，然后麻烦就是检察署，就是呢。呼吁就是竞争力电力对手终止销售，然后呢公共水电务部门寻求改革，那希望呢可以呢更提供更好的就是服务给居民。A bit to the financial costs incurred by individuals who find themselves bound by an electric supply contract. 好了，我现在呢就是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财务上就是大家就是跟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商，就是对了，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商，你们就是供送马场客户价外就是3.4亿美元。这是代表什么呢？他们呢就没有改这个供应商，对。那就是这是每一家每一户，就是代表一个政府的，就是2016、2017年呢，代价呢就是要多付226块每年，多加的这个就是电费。但是呢有一些呢就是低收入的人，他们就是付的钱价格更高，就是500块。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affecting everyone equally. 那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低收入的就是更加给就是对，就是更加给他们就是点击去还有低收入的人，然后付的价钱比就是平均的家庭更高。We are looking at the rate at which residents sign competitive electric supply contracts based on. 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就是这个收入跟他们提供的是不不成比例。那就是前几天就是sign contracts. 您可以看见，就是零到就是没有就是签这个合同的。Shows low-income customers. We see many neighborhoods where low-income customers are signing up at rates of 30 or 40+%, and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darker, deeper shades of red on the map.
So given that we know customers tend to pay more once bound by an electricity contract, it becomes very worrisome to see low-income customers signing these contracts at such high rates. And the story doesn't end with income level either. When you begin to layer on more and more demographic factors, you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signing these contracts continues to grow.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at communities that have a higher percentage of minority households,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specifically looks at African American and Hispanic households. 移民且居的人，然后呢，大家可以看见他们这个收入也是一个就是，啊，也是老年人，大家可以看见呢，就是新增电力在低收入和高收入族裔百分比的且去收较高的比率，然后呢，不单只就是这些就是居民。 他们这个就是比率是比较高的，费用比较高。进账上会给低收入的家庭多一点收费。进账电力上在低收入和高小数民族百分比的社区受更 We encourage you to find a recent electric bill of your own and see who supplies your electricity. 那是谁供应你的电力呢? 这是一个比例。 你看到那个电费单, 电费单的地址在右边。 圈住那个，你会看到圈着那个地方就是你的电费供应商。这个是一个另外的竞争供应商的一个比例。 discuss how you might protect yourself from aggressive, deceptive, or predatory electric. 我们会开始讨论怎样可以保障自己。First, I want to speak about two common pitfalls one might face. 你通常会遇到两种骗局。 When a marketer or scam artist pretends to be from or work with your utility. 第一种就是冒名骗局，会上门推销。 An EverSource employee. 他们会假装是你的电力支援。他们会跟你讨论你电力本身。Our second tip is to call. 第一个提示就是拒绝开门。 或者是与任何上门知青是 EverSource 的推销员讨论电费。第二点就是致电 EverSource 去验证任何上门的要求，或者问他们是否是派人到你家，但是不要发推销人提供的电话号码。 Provide personal 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to anyone without verifying their credentials first. 请记住, a marketer must supply you with their name, photo ID, company name. 不要给推销人你的资料。 And now the second tip is to guard your electric account information. Only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after you agree to sign a contract and not before. 你要记住,
要签了合同以后才给他们你的资料。Someone might come to you and threaten to connect to your power without immediate payment. That's a red flag. 还有你要辨认清楚堕落性的做法，他们会威胁在没有例子付款的情况下关掉你的电源，他们会要求使用不寻常的付款方式例子付款，他们可能很进取的上门销售策略，他们也可能会销售继续打电话推销，他们也会夸大节省费用的数目。However, even if a marketer does nothing illegal, the confusing nature of electric supply contracts alone present a problem.这个是一个举例。A resident could fi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a costly contract. So here's a fictional scenario that illustrates why an electric supply contract can be so complicated. 这个是一个举例啊，表达为什么一个合同会变成很复杂的一个情况。This is the rate you currently pay, and you're currently paying Eversource's winter rate. 这里这个绿线就是你现在。基本服务的率，如果有人上门来，他们会跟你说，签一个十个月的合同，那你要问一问自己，你应不应该签一个便宜一点的合同呢？你会想啊、哦，可能这个是便宜一点，为什么不签呢？但是你要看看长时间里那个变化。Eversource 每一年的基本电力率是在春天还有跟冬天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在冬天的时候上升，夏天的时候下降。你看到，如果七月一号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当时签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是很便宜。This is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cool their homes with electricity in the summer. 但是你要切记。在夏天的时候，其实用电量会很高，因为夏天的时候你会开冷气，或者是用其他的电量。所以这个他们给你的十个月合同，其实没有特别的，得意的。To variable. 那十个月后，你就看到其实那个电利率会给本身 Eversource 的高出，所以你可能会结果是给这个竞争电力上更多钱。那大家要谨记。问重要的问题，你要问合同的期限有多长，你要问提早终止合同有罚款吗？你要问合同期满后会否自动逐月？或者是合同自动逐月后电费率会维持和或者是调升吗？合同会有其他条款吗？如果合同有疑问，你应该跟谁联系呢？ I'm going to provide a few steps you might be able to take
But we can't prescribe definite solutions as everyone's situation will be different and unique. Evisource合同。第一步就是打电话给你的供应商，联系方式就会是在你 Evisource 的账单上。Then you're in the clear, and you're free to choose another supplier. 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选 Evisource. They may do so, and that's step three here. 第二步，如果你没有提前终止合同费，请指示供应商切换 Evisource 做你的供应商。第三步，如果有提前终止合同费，请要求你的供应商放宽。第四步，如果他们拒绝，你有三种选择。合同终止后切换取消，但你需要付费寻求进一步的帮助。I'll speak to where you might reach out for further assistance in the next two slides. And finally, remember, 如果你在签署后三天内取消任何的合同，这个是没有罚款的。So one of the best resources on this issue is the Massachusett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那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你们的一个资源就是麻省的律政司。你可以联系麻省的律政司，他们会具有欺骗性或者是误导性的销售做法，你可以联系他们关于合同条款具有误导性，你也可以联系他们关于营销人员的骚扰。如果他们违法，请不拨打柜子。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你可以联络他们，这个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另外一个你可以找的部门就是麻省公共水电部，你可以联系他们，特别是未经授权限制更改你的电力账户，还有他们神秘的取消或者是终止费用。电力供应商的账单问题，你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 那波士顿市将会开始一个新的计划，就是社区选择电力计划。And the city's climate action plan. It puts us on a course to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这个电力计划会很环保。If you recall from earlier, I mentioned that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currently have two options for where they get their electricity. 那刚才说到有两种电力供应商。And with the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 Program, we will have now a third option available to you come February of next year. 那明年的二月会有第三种供应商。The Community Choice Electricity Program i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In October of 2017, the City Council voted and passed an order authorizing the City of Boston to adopt a program such as this. 这个社区选择电力计划在2017年的十月在波士顿市议会通过了。波士顿将代表你
努力提供最实惠及和再生电力。About our energy future, and it leverages the buying power of Boston's communities to get us there. 它将会利用其巨大的购买能力为你争取有利的电力交易。 That I tell you that Eversource's basic service rates change twice a year. Eversource 的基本服务费率每年调整两次或更多。社区选择电力计划的费率不一定低于。基本服务费率。So while the CCU program will strive to save customers money relative to Eversource's, 该计划将努力为客户节省相对于 Eversource 基本服务的费用，但是计划不能保证可以节省。Talking about the last 30 minutes, and the city of Boston doesn't engage in that type of behavior. 如果你是 Eversource 基本服务客户。并且选择不退出该计划，你会被自动注册。根据这个就是，这个实际该计划有六个那这个六个原则，就是我们从一个就是工作小组，然后跟一些就是不同的人，然后包括居民，然后呢我们要减低就是排放，然后致力于环境正义，然后增加电网上的再生能源发电量，然后就是加强消费者的保护，然后呢可以给就是消费者第三个计划，就是去选择他们的电力的来源，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可可补负担得起的稳定电费。然后我再一次要强调，我们不可以就是保证可以就是省最大的钱，或者是最大的力。有时候呢，我感觉一个比喻，就可以就是描述这个解区电力选择计划。那我可以呢，就是现在被这样一个，那您可以就是想象我们正在登山，你从来没登过这个山。然后呢，就是上顶呢，就是有所有人之前所提过的好处，就是可负担得起的电费，然后稳定的。电费，然后就是支持这些就是最基层的就是社区。然后呢你有两个方法可以就是登山，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去，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你有可能有一些想象不到的挑战，就是地图疑问呢，就是标记不清楚啦，然后这个崎岖的地形啦。对，有可能呢，就是你会碰到一些响尾蛇，或者是堵塘。那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您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会碰到一些就是问题。有可能你可以就是也碰到。但是有可能你也会就是在路上迷路，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你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去，对了，你可以就是跟一个团队一个小区爬到山顶，您将有经验丰富的小队带您走，然后呢简单平稳的途径，所以呢您会看到很棒的风景，然后呢就是因为有其他帮助您的就是顺利就是怎样攀到山顶，那就是这两家之间的区别，就是您就是跟一个就是社区一起，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专人就是跟您一起就是对，就是我们这个史金府的人人王志为民就是工作的，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好的比如
你可以就是可以看，就是我们作为学区，然后有这个就是竞争力的时候，可以去争取一个比较公平、公益的合同。然后呢，我们呢，将来这几个月我们会就是更在家就是分享就是这个学区电力省华计划的细节。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将来的会议，但是暂时来讲呢，大家可以到访我们的网站，你也可以就是注册，然后呢，定时的收到我们的讯息，然后到最后呢，您可以查看您的电费单，就是您可以就是考虑一下您对您现在的服务满意吗？您对现在这个价格满意吗？那最后呢，我们呢也会就是发一些通告给大家，然后让您可以就是选择终止现在的合同。当然呢，您可以就是将来再就是参与我们这个学区的电源选择计划。那到最后呢，我呢就想就是我们就是完结之前跟大家就是再重温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聊到就是竞争电力供应商麻州和就是波士顿的居民受到裁员损失。然后第二呢，就是弱势血去受到不平等的影响尤其严重。然后呢，就是你要第三，就是要保障自己，避免受农民的就是骗局、猛击和其他绿道性行为的策略。然后呢，就是在您签署这个任何合同前，要问有关合同的关键问题，然后呢，考虑撤回这个 EverSource。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也请跟我们联系。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跟您分享将来这个电力选择计划。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小息，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播放一个简短的影片，然后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分享。